就像这道笼中鸟，是虽身处囚牢，却偏偏向往外面的天地。就是往这边看很难受，你知道吗？那就往那边看。看着看。那这个手。你做两道菜给我是什么意思吗？对，就是让他看到我的处境。那我看到这道菜应该会就不太对劲。对啊，然后你就问了，做这两道菜给我是什么意思？来，拿给你。我们P堂雷家在江湖上可是赫赫有名的，我这是什么赘婿？我真想弄死你了！要你跟了我，我真想弄死你！对，哎，行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女儿为什么姓李？出了痛点了，突然就要哭了。好受伤啊！我说给他买奶茶，他都不愿意说我帅。你问他喜欢娘亲还是喜欢你？啊，你喜欢你，你觉得你娘比较好，你别讲。你娘比较好。你觉得？那我们换一个问题，你比较喜欢你爹还是你爹还是你爹？你选一个。那不。来，我们几个掌，几个掌可以的。好离谱啊！免费坐升降机，好，可以了吗？去玩游戏。好，来，我要拜拜你。拜拜。房顶。好，拜拜你，老板。一次游。哎呀，就掉这么点时间吗？结束了，房顶明日游。哎呀，还没掉过瘾，我就想一直掉着。满足你。恭喜我们亲爱的黄一老师，谢谢。这么快就杀青了？没拍够啊。女生我表示不服。再战，再战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个人物年纪大了，毕竟观众会更多一些想象。小心一些，谢谢啦，辛苦各位老师。